Hello Hello， 花妹们好，我是花天。哇哦，今天是假日盲盒哦。哦，应该说有盲袋，还有盲球。那我们开始拆喽。先从这个小鹿球开始，打开之后呢，得到一份王者巾。哇哦，金色的泡沫球，我仿佛已经知道今天的主题了。得到一份金色的葱花粉。袜子里面呢，装的是透明胶水。哦，不对，黄色的胶水。还有这个球球里面会是什么呢？来吧，倒进去。圣诞老人拆一个，看起来呢像是水边雪，撒一点点，不要太贪心。金黄色的雪花泥，我感觉我像是在煎蛋。最后呢，把小苏打水和护理液倒进去搅拌。好了，我们金黄色的千丝泥就完成了。它需要在你手上反复的得到拉伸，拉的时间越久呢，它起丝的效果就会更好哦。嗯，非常喜欢这个充满阳光朝气的颜色，希望今天的你也能有一个好心情哦。拜拜。